当陆家有一条一点二公里长的青石磅坑，正受到游客欢迎。啊，不过最近规排树啊，所以拢修剪过，树顶加起来真歹看。乡公所就表示，因为去年风台树枝落下来，影响到民众生活，强控枝，才会加树枝。等到热天，就会生出新的树叶花。这几排树啊，树枝全部拢被拔掉，加过去游客一来，看到几排绿色的崩坑，在树荫下的大路，骑自行车也过当倒在大路上，看树顶风景的真方便。起码这拍款景观后，游客真失望。有树叶比较自然嘛，感觉蛮可惜，因为就是失去这次最大，最想要来看的景。这是台东县罗雅乡农田村的北山路，两边是农田，早期是产业道路。过去乡公所推动当地观光，种几百一点二公里的小叶兰人树，营造绿色崩坑的景观。不过去年因为连续风台吹掉的小叶兰人，树枝也被强风吹落，落在附近的林家和农田，造成居民和农民的不方便。乡公所表示，为去年就接到农民和居民的抗议，为了解决村民的困扰，这摆用矮化树啊，工法修剪树枝。暂时予景观改变。长啊，无阳，无日头，无迄落，我都砸掉了，无修啊。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当然都会有利跟弊啦。在路树矮化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是经过审慎考虑，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有人批评这道式的修剪树法手法真粗，也不过乡长强调，这是专项修剪行道树作业，即马可能景观看起来无啥好看，也不过热天都会开枯，树啊发芽真侪，景观记者综合报道。